我不是六阶武尊了，不过是武尊而已。只要你跟着本少，将来武王也不是没机会。武王，那可是整个大魏王朝都尉于金字塔尖的人物。我怎么可能？跟着本少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黑奴必将誓死相随。父亲、母亲、校尉，你们看到了吗？ 孩儿突破武尊了，不过敌人还太强，但你们放心，孩儿总有一天会亲自站在杀死你们的仇人面前，为你们报仇雪恨。孩儿发誓。你还没有兵器，这把寒冰长枪就给你了。这，别婆婆妈妈了，赶紧出发吧。 交出来，都麻溜了。哼，好浓郁的药香，这里应该有一片药田。陈少，是尹家兄妹。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啊？陈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哼，这两人应该是你们找来的吧？还说之前没得到东西。今日你们若是不把东西交出来，休想离开这儿。 我们的东西已经全部给你们了，这里的事和他们无关。<笑>有没有关系，可不是你们说了算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之前我们分开后，为了躲避古风商会，便进入了黑子沼泽修炼突破。 意外发现了这片药田，可谁知，当时一同发现此地的黑修会武者，却说是他们第一个发现，要我们将采摘的一半灵药交给他们，还要检查每个人的储物戒指。<笑>有几个想要反抗被他们直接杀了，我们则被困在了这里。这次怕是要连累你们了。他们是黑修会的人。正是，在黑沼城。 没有几个武者敢得罪黑修会的，不然大家早就杀出去了。其实，若非储物戒指里有你给的丹药和一神花金兰草等高阶灵药，戒指给对方检查也就检查了。什么？这里有一神花和金兰草？怎么样，商量好了没有？乖乖交出储物戒指检查，自会放你们离去。 你们几个，凭什么检查我们的储物戒指？<笑>就凭我们是黑修会的人，不想死就乖乖照办，少在那儿废话。放肆！竟敢对陈少如此说话！陈少，莫非此人还是什么少爷不成？那就更要检查储物戒指了。兄弟们说是不是？哼，还不交出储物戒指？黑奴还等什么？ 想要储物戒指，好，我们做给你。什么？这？ 找死！前辈竟然生生用真理抑制众人的暴政符，陈邪子，给我上！